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来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。这首诗歌是《这是天父世界》，我想弟兄姊妹这首诗歌都很熟。我这两天每一天我都唱这首诗歌，心里特别的感动。这首诗歌最后的副歌说：“这是天父世界，求主叫我不忘。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管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必不忧伤。上帝是王，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方。”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一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是回应的诗歌。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也向天父献上感恩的心。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，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学习做父亲，在我们地上可以学做上帝的儿女。愿天父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伴随我们。大家跟我一起来唱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我们车儿要停，宇宙唱歌四位响应，星辰作乐同声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满又安宁，树木花草苍天碧海，述说天父全能。这是天父世界，小鸟张翅飞鸣，清晨明亮好花美丽，证明天理精神，这是天父世界，他海普及万千，风吹纸草将它表现，天赋充满世界，这是天赋世界，求主教我不忘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管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必不忧伤，上帝是王，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方。起来，把最后一遍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必不忧伤。上帝是王，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方。上帝是王。天地同唱，歌声充满万方。好，感谢神。那我们听我们今天的报告。